哪块造的好一点？朝三王府当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座，但是呢，它这两个。上古的。各位众生，放榜了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广元喜闻国声。 武夷山出众，震惊公约，可据比新典，好名举。好，念的名字也讲过。奖状。证书。哎，来来个亲友，咱们。哥哥，来个掌声。来亲友还有吗？哥，那电子产品了，耳机子。这是全国通用的毕业证书。翻过来，放一下。好，两位大人看镜头。 摄像机。